你觉得夏天是什么？是让任何人受不了的冰淇淋，还是其实是充满活力、热情的季节？是冰凉的啤酒，是孩子们的开心暑假，是可以尽情欢笑的季节。是挂满整个天空的朵朵烟火，是在夏季天空中最漂亮的彩虹。今年的暑假，台北举办一场场属于你我的约会，带你看见属于台北市的夏天。这一次，我们在台北，台北晚点见，等你。一起漫游我们的梦想城市。